来了，接下来我们心黑金来煮一个奥米加兽合体，看看有多猛好吗？这边龙科直接带个最顶级的，然后全部加二十，我们来看一下心黑金最顶级的强度怎么样，好吗？来喽！不要再炒两个思维，到时候巨人又双黑金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，受不了啦，还双黑金！一进场有没有 CD 直接减十，直接合体？来，我们直接爽一下。哎，我们先看个平坦好了吧，我们先看个平坦，直接任何技能都不开哦。哦，我们拉个角色猪，然后一开始直接开转，然后玩这队，相信大家应该也知道怎么玩的啦，就是你直行都是消三颗，好不好？直行消三颗，而且你拉角色猪哦，它会天降强化猪，这是最高效益的天降消法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平砍程度有多猛。感谢 TDDD 加入，不是港币十五块左内，海的另外一面是神魔官方，好像蛮有道理的。请问这是191还是1900亿啊？我现在对于数字都没什么感觉了。看这多少伤害啊？最速 RIP 的心灵黑金，巨人是确定的，是啊，是确定。190，没特效，没特效。哦，对，我看一下，有特效吗？特效死装了没啊？190亿哦，怎么感觉有点普通？我们再试一次好了。刚刚是不是因为只有打到左边两个小怪，所以没有真正的伤害啊？还是真的伤害就是长这样？那这跟我们那个官方实测的结果差不多啊，就是平砍百亿啊。刚刚应该是被吃掉伤害了。如果说只有一个敌人的话，那应该是完整的伤害。我们来看一下平砍哦，各位，我完全没有开上任何技能哦。哎，这到底多少？1500亿，是不是正式的千亿平砍队伍？是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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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各位，应该是了。能，这样我们来试试看合体。1500才是真正的数字，好吗？哇，其实有点猛哎、欸，这一队是因为我们有带合体吗？为什么伤害差那么多？其实不烂，对啊，为什么跟官方直播伤害差那么多啊？我不懂，到底差在哪？不是一样的操作吗？只是多带一个这个。好，我们合体之后接近300000的一个血量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不开铁扇哦，单就合体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伤害输出，那一样是做这个最大天降的操作。这样好了，直行三颗，每一个直行都消三颗。好，这个有消四颗，有点小失误。很多龙颗，右边画面被切掉一点，好，我往左边一点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合体之后的伤害哦，来哦，5000亿。等一下，这个如果说是这个伤害，感觉可以抽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比那个实战好很多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靠背，我们官方实战那个是怎样？阉割版哦，怎么伤害差那么多、哦？我们官方实战1000亿都没有，哎，官方那个真的有 bug， 我感觉好像有点逆转了，哎，打脸，官方搞我是不是？哈，官方直播准备一个阉割版的账号给我玩，干嘛？为什么暗改？为什么？这算是另类的上修伤害吗？我们再试一次，好，我们再试一次，好吗？刚才可能是我们看错了，什么5000亿平衡，可能是我们看错了。我们再打一次，好，再打一次，一样是六直行哦，各位，六个直行，完整的六直行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看到底是怎样啊？官方不能这样哎、欸，一直搞自己合作的实况组直播给我一个阉割版，到底为什么？直播的队长3为0 bug， 所以修正过后。真正强度这么恶哦、喔，来看一下伤害哦、喔，3000亿。其实伤害变高了，天降的硬伤它不是一样吗？可是这一队有这个奥米加兽，很屌的真伤哎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值得抽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先跟你玩烂的，然后后面玩好就累上修。其实这个操作是不是太扯了吧？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爆发好吧，看一下爆发来哦、喔，这个我们奥米加兽。加鲁鲁炮可以无视拼图盾，解板能力直接顶标。阿红手转变好没有啊？我官方直播手转也是这样啊，操作一样的啊，都是消直行，都是六直行啊。其实我操作没有比官方直播好太多，一样的操作结果差这么多，到底是哪里来的问题？感谢 ZHIUS 4.9 块的，你有发现吗？神创的形象对应以诺魔妹的形象对应英格丽啊，真的假的？有这种设计哦？
我还没有品到这一点。OK， 原来是这样子，理解理解。神创不是那件武士拼图队吗？啊，对啊，哦对吼，忘记了。不是，我们开这个就是主要看个真伤嘛，对，看个真伤也是。不过这样好难消哦，超难消的，真怎么消啊？只能这样啊，好，就这样吧。来看个极限爆发，神创买就超强。对，如果说我那官方直播那个账号有 bug， 如果是那个强度，我会觉得蛮普通；但如果是这个强度，我会觉得很恶哎、欸，我会觉得超夸张哎！哇，破罩啦！哇，这多少罩？各位，没有开龙科哦，没有开龙科哦，但就这些真伤全部开下去，10罩！哎、欸，这个直播差太多了吧？我们直播要破罩，根本没办法打那个伤害，根本打不出破罩。现在直接随便破罩是怎样？109罩！现在要这样玩坏队伍就对了，不是？不是干嘛控制？这个直播是两个队伍了吧，各位？官方你不能这样一直给我玩阉割版的东西哎、欸！不要搞自己，不是？为什么官方找我去直播？难怪官方找我去直播的目的就是为了搞我吗？哈，细思极恐，各位。为什么都已经官方直播还要给我玩阉割版的东西？为什么？什么？到底官方在凑啊？不是，如果是这个真的是官方直播的强度，我真的凑。可是这个我真的凑不起来，这个只有香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聊天室我想问一下各位，如果是这个强度的话，你们会抽吗？其实我如果说这个强度的话，我会抽，我会抽神创哎、欸，超值得抽哎、欸。你那么大声干嘛？不是，就是很超乎我预料太多啦、啊。我觉得很夸张哎，早就抽了，开铁扇不用开铁扇浪费时间啦。等一下我们那个连结盾再开啦，不会因为没石头了。其实我认真会抽哎、欸，啊好犹豫哦，到底将要抽巨人还是抽星？现在看起来最大的效益我可能会变成是。抽这一张，然后抽神创就好，不要抽魔面，然后再来抽巨人，我感觉这样是最大 CP 效益。请问只有240要抽哪一只呢？这个我好犹豫哦，我不知道啊，还是哎、欸、等一下我问一下，巨人的那个技能是什么时候公布？如果说巨人公布的时间刚好是这个黑金还在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跟大家做分析了。因为现在还是要看那个技能，因为我不知道巨人的技能多少。下礼拜哦，那就1月26号。哎，那这样子我们会那个1月26号这个黑金还在吗？问一下各位，如果还在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做个分析了。那就不急啊，那大家就可以等一下了。在哦，哎，对啊，那大家等一下，那大家先不要冲动，对不对？先等那个，我们后面有巨人的消息出来，等拆包，不要拆包啦！拆包那个通常有点都不准，那个都会改的。哦，黑金开到129，那就可以啦，那没问题哎。好啊，那到时候我们再来分析问题。哎，所以大家现在真的不要急着抽，好不好？之后我们会等巨人卡池出了之后，我们就完整跟大家分析。没有题，没有题，那大家那很棒，那很棒。这个官方的这个设计，我给个 respect。居然黑金开到合作出来之前还有开，哎，这该给 respect 了吧，各位？人家不那样70块左内，石头不够要抽什么？这样可以理解。对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出那个分析影片了，棒啊！水火木哦，所以我们这边要消木珠，基本上铁扇开的就是这边消一直长就行了。对耶，合作不会回来，什么意思？感谢超人神三十块内，官方玩 AB 搞 GNN 出来也没用，什么意思？这次会有几个奇遇呢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好，我们开这个技能，这样就可以直接解连击盾。感谢 SHUN 马币六块内，伤害虽然高，但是他一样没有那种毁天灭地的感觉，没有吗？5000亿平砍没有吗？
5000亿平砍有吧？如果是战队的话，我觉得有毁天灭地的感觉。不是标准到底多高？5000亿还行吧。而且我们刚刚其实没有玩到这队最大的效益，我们每回合开磨灭的技能，那个才是最大效益，对不对？感觉好看的马币6块，你可以实测刚刚没有奥米加做的伤害吗？好啊，等一下来实测。我们这边先实测奥米加，可是我觉得认真觉得带奥米加绝对是起飞，而且一进关他就可以直接合体了，所以带奥米加我觉得是真的有毁天灭地的感觉啊。不是到底要多少伤害才有毁天灭地？5000亿已经很扯了哎，这平砍对不对？我有一说一啊，如果是5000亿的话，那确实毁天灭地啊。哦，对哦，这大家可以带磁哎，可是这个关卡限定要5个属性啊，所以我是带铁扇。全神能玩吗？全神那肯定是能玩的啊。实战强吗？我会觉得很强，比那个官方实战强太多了。哎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好吗？就这队如果每回合开磨灭的那个效益有多少，好吗？我们刚刚没有开磨灭，哎喽，开磨灭还可以那个反手消哎，对这队来讲，所以这边超爽的。好，有没有？我们消六直行来看一下。如果说在合体的前提下，然后开磨灭的技能，到底伤害有多少？而且磨灭那个轮转 EP 超快的哦，一回合需要花3 EP， 然后他一回合可以集2 EP， 等于是你们和扣掉回的2 EP， 等于是每回只要消耗1 EP 的成本，就可以直接有这个增伤了。这伤害多少？8000亿吗？我刚有看错吗？所以这队等于是有机会常驻8000亿的伤害哦。你觉得这个没有坏掉吗？我觉得是坏掉了啊，我觉得有毁天灭地的感觉啊。当然这队的致命缺点还是在啦，比如说什么没办法天降，对不对？还是在，可是这个是全牛棚的队长啊，所以他可以带比如说像是九风王增加伤害，或者是奥，我感觉啦，遇到结界地形就直接开奥米加，那个增伤绝对是直接爆炸的。但其实不用那个天降还是很强，所以我觉得这队如果是这个伤害的话，那完全可以。不是，这就再再的证明了一件事情，我又被官方搞了，我又被官方搞了，他妈的！为什么官方直播给我弄鸟东西啊？干，那个平砍没有1000亿的，只有几百亿的，那到底是哪边来的异世界队伍啦？那平行宇宙哦，官方你真的不能这样搞自己人呢？啊，官方实在真的就是准备好再给我们实战好不好？那个直播那什么鸟东西，害我们在那边喷。这个就正常多了，这个真的很屌，好不好？我真的有一说一，好不好？我是有一说一的人，实话说，这个就真的值得抽了，这个强度就真的超恶了，好吧？是自己人吧？哦，那应该不是自己人啦。好，我们修正一下说法，官方不要搞，不要搞花钱请来的实况组，好吗？这样很尴尬，好吗？我们只是想要实测一个完整强度给各位看，为什么每次都这样搞我们啊？心好累，真的心好累。真的心好累，叫你来扛伤害，不是，这也很怪啊！官方，你不是要卖卡片吗？你不是要卖卡片吗？你怎么搞一个阉割版出来的给大家看啊？这样谁要买？而且还阉割那么多的，到底是怎样？我不懂哎，官方这个行销思维真的是业界独一无二哎，各位，直播还放一个比较烂的版本，让大家不想氪，然后。在黑金刚出的时候又偷偷的释出了巨人合作的 PV， 叫大家不要抽新黑金，这怎么操作？到底要不要赚钱？这个操作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看到底在玩什么，我没看懂，好迷哦，超迷的。这已经是不想赚钱了吧。我不懂，我到现在还是没看懂官方这个操作，有人看得懂吗？有人看懂那个什么有没有商业这个操作奇才的，可以再聊，就是帮我们补充一下官方这一波到底在玩什么，我真的看不懂。太扯了吧，到底要不要人家抽新黑金啊？太迷啦，官方参战两小时集个气，哎，这边要消8 combo， 哇，来收展一下，我真的没看懂哎，好奇怪啊。好，8 combo 直接消到欲擒故纵哦，是这个玩法是不是？如果没合体，等一下我们就来实测好不好？我只能跟大家讲，有待合体的这一队
直接踢零最顶的那种，真的平砍千亿到五千亿，你说这个队伍不顶吗？这队伍直接顶到天了好吗？有澳门加速真的顶，帮大家确认过好吧。而且这队一进场就可以合体哦，这队一进场直接 CD 减10超级顶。不过这队缺点就是可能天降啦，没办法天降那伤害就掉很多，然后再来是每回合天降会很花时间，但是绝对是很顶的。哎，超人神这块，所以电玩展会公布合作吗？会啊，不是公布合作，其实没差了吧？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吗？只是可能啦，电玩展会公布技能还是什么的吧？我猜，我不知道。如果真的要公布的话，就是公布技能了吧？接下来最期待，大家最期待应该就是技能了。哦，这个要照着这个顺序消，然后要指定核心。光八换任何属性有差吗？没差啊！你看光八我们有开几次吗？根本没开几次啊！这里重点是奥米加兽在猛啊，好不好？1月30日就合作了，所以下一周应该就是看他们是要在直播公布还是那个啊，还是 GN 公布啊？反正至少一定会公布的啦，大家不用担心。可以测低配版的吗？可以啊，等等就来试啊。反正我们直播时间那么多，对不对？那就都来试，没问题。好，这边只能消两组的属性珠，我们消火珠好了，这样子 OK。然后稍微叠一下珠子，哎呦，这个叠珠有哦，对吧？消两组，然后新珠不要乱天上掉，拜托。然后我们这边不开任何技能，就来看一下他的平砍能力。有群主吗？我有角色给你看。哎，你要给我看什么？不会是又有人拆包？巨人所有的合作角色了吧？你可以偷偷给我看，好不好？你那个 FB 粉丝团私信我好吗？我看看，让我看看，我不会说出去的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干什么？内部人员啊？又有影片了？哪里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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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又？哎，你们 FB 给我啦，我要看啦。这么刺激的、哦、连环爆哦，内鬼这么多哦，我靠，内鬼超人到底是怎样？现在是什么？现在怎么操作？越迷了！助手神魔，不要再爆雷了！现在是新的黑金啊，现在是新的黑金开放的期间啊，为什么要一直连环爆？